楼，表演者柯九彩、张小白，掌声有请。特别的开心，高兴的，刚刚的楼上楼下这么多的好朋友，哎，来捧相声，捧这个传统的艺术。嗯，我觉得咱们作为这个姊妹艺术啊，应该要互相，您这个嘴里头啊，多弥补。什么艺术？姊妹艺术。姊妹艺术。对对对对，姊妹艺术。咱们应该多吸取一些个经验。你向我们多吸取经验，我们向你应该多吸取经验。怎么吸取啊？怎么吸取？互相吸取啊。互相吸取啊。哦。要吗？要吸取一下吗？不不不用。把我的营养给你一点点。那倒不用。啊，因为都是那什么叫交通滴管啊，我们就。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您也是一个搞传统艺术的吧？啊。今天这些位观众，我想是不是都是冲着您来的呀？那倒不一定，那确实不一定。哎呀，因为人家是冲着德云社来的啊，看相声来，对吧、啊？今天这么多朋友，人家冲着郭德纲先生啊，对，人家是冲着德云社金字招牌，没错。但是也有喜欢你的哦，我就挺喜欢你的，是吗？嗯，在网站上经常看你的这个视频，什么网站？网友们，哎，看您的视频。我很想听清楚你刚刚那二，就是那些个能看视频的网站。哦哦，能说出来哪个？就比如说吧，啊，现在年轻人经常看的那个，嗯，哔哩哔哩那个网站。我的个天哪！啊，这是哪儿的口音呢？这是哪儿的口音啊？哔哩哔哩，对，我说的是北京话。我们每个晚上都这么说的，哔哩哔哩，没有，有没有这个？没有，您说这个？看您的相声哦，哔哩哔哩上，喜欢死您了。哎呦，但是能给你提个小小的要求吗？您说啊，您说，咱们这是传统的艺术啊，是在台上一定要规矩一点点，哦，不要太放得开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一定把您这个意见转达给我搭档。哎，嗯。我觉得我还行，但是我那个搭档吧，他不要提他啊！说现在说的是您哦，说我说我说我好，好好很好，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不太清楚。哎呀，怎么能不清楚呢？啊，你看我像干什么的？嗯，看我这脸蛋，有。看我这身材，有。你看我这个做派，你不会是飞霄普尔马林是吧？我跟你逗着玩吗？我跟你逗着玩吗？我也是一个搞传统艺术的，怎么了？我借了一身大褂，你就看不出来我是干什么的了吗？哎呦，不太清楚。你好好看看，你就当我现在没穿这身大褂站在你的面前。咱这儿不是来做核磁来的。哎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看我干什么呢？看你们做派，能看得出来吗？你这个骚劲很像我的大褂。你呀，不要随时随地的跟每一个人都开玩笑。我没有，因为我不吃你这一套。我跟你闹吗？啊！我跟你闹吗？哎，不吃我这一套。哎，你要吃哪套，我再给你翻一套。就刚才你那个动作，特别爷们儿。有。真的，恶心。我也觉得恶心，你动我一下干嘛呀？你先拍的我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我是个练家子，知道了吗？哦，多少我带着功夫上来的。好好好，那咱俩得握握手了。怎么着？我是我爱我家的。什么不知道是吗？不看过。这边没有。这边有链家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你完了，你俩呀！什么？就设计这个破包袱。呸！不好意思，请允许我跳出人物，我又跳回来了啊！我们您是哪个链家的？我们不是链家的啊、哦，我们从事这个传统行业呀、啊，算是半个链家的。链家的？对，算是半个链家的，因为半个链家的，我们都带功夫。是左边练还是右边练？哪边都行啊。上边练，下边练。你先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不知道。说出来吓疯了你啊、嗯！我是一个戏子，有知道吗？看咱们这做派，哎呀，疯了疯了啊！吓疯了我了吗？不是这么回事啊，戏子，嗯，
好词儿吗？为什么不是好词儿啊？旧社会对演员的蔑称才叫戏子。别这么说，我不爱听啊。老话怎么讲？怎么说？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啊。看出来了，您又无情又无义。这都是你带来的观众吧？不是。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要鼓掌呢？这是相声的规矩吗？喜欢听婊子？哎呦，那您说单口吧。我把大褂脱了，咱俩别演了。我本来今天冲您来的，我说咱们交流一下，站在台上。哦，怎么个交流法？但是我没想到你们这个，我们相声演员这嘴里面怎么这嘴是干嘛的？这嘴是？不是我们这嘴天天放屁呢，天天的。我跟您那个功能还不一样。我什么功能啊？我你别老交流，就我们这边一般可能用直流。你们就应该是人流。直流，就前两天刚得完甲流。这人流就往后排了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第九号，台风才排到第八号。台风为什么是第八号啊？为什么是第八号？因为它是第八个。台风不叫苏炳添吗？台风听到完了，你是不是想说杜苏芮？那是苏炳添他师弟，都是瑞子哥的。没听说过啊？哪有瑞子哥的啊？你快看，看不出来。没有，看不出来。唱戏的，谁跟你开玩笑啊？唱戏的，什么剧种？关键在啊？什么剧种？京剧啊。然后您是一个京剧演员，对，京剧演员啊，咱们行动坐卧走，哦，咱们这个做派，嗯，举止谈吐这能看得出来咱们是一个京剧演员吗？嗯啊，看不太出来，资深的京剧演员，我没敢反驳你，你说我是京剧演员，我都没敢反驳你。哦，正经来说，演员这两个字我都不敢担当。哎呦，不能担当演员。哦，您够不上啊，那您呢？大师。我跟你说，外边下雨，你是得带伞。嗯，要不肯定得湿。那是太湿。哦，我是大湿。太湿不是正一品的吗？啊，对，太湿还是那椅子呢？我跟你闹吗？是因为给太湿定做的那个椅子，它才叫太湿椅。还往下聊吗？还要往下延伸这个包袱吗？就是这个。你们相声演员这个嘴怎么那么碎呢？怎么？我没有前面那个碎。要不就你们这样的没什么进步。哦哦，知道了吗？对，你看我们这个唱戏的行业，嗯，当然了，我们唱戏这行业也有人毁，现在据说是你们这个行业毁了我们。那个，你都录着呢吗？录着呢。什么？都录着呢？可不是我们毁的，没有，我们绝对没有毁京剧。你们没毁吗？接着录。是个人。是不是人的敢在台上都唱京剧？你说的这人是？你先甭管我说的是谁。不，我一定得听清楚。以你们德云社为首。哎呦，是不是个人站在台上都敢唱我们的京剧？你们算干嘛地呀？你说谁不是人？都不是人，你们整个400多演员都不是人。我觉得值得一个掌声。各位，那个京剧啊，它不是说，这说成你干嘛去啊？撒尿还接一半呢？这都是你们的观众吗？这个，那多是别上那儿撒，那儿不能撒那儿。传统的京剧不是像您想的那样，谁站在台上都能唱的。哦，你说谁不应该站在台上唱？你们相声演员都不应该站在台上唱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没有练过。哦，首先来说，你们身段就不过关。你看我们唱京剧的，有胖子吗？
很少有胖子，因为我们经常蹦蹬的嘛。打小我们练功，我那脚啪一下，别说是180度了，450度。我们的龙人行，来呀！行，我跟你们聊天了吗？减点360度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我再一次问你们，跟你们聊天吗？180度，来一个。我们不压腿了，我们不压腿。哎，我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因为只有武行的人才压腿。您拿我来说吧，拿我来说，我这小白脸儿。所以我嗓子好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这绝对没问题。为什么？得嘞，得嘞，谢谢您各位老少爷们这么捧。今天来到这个哈尔滨贵宝地啊，我给您来这么一段。哦，啊，因为咱们嗓子透亮，嗯，我从这儿一喊啊，后面那个牡丹江，里边那鱼都能飞起来。松花江，松花江，松花江，我也是松花的。牡丹江知道了吗？牡丹江，牡丹江在哪儿？知道吗？太在哪儿，在哪儿？你身后边，你身后边是幕布，幕后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就没练了。看咱们这嗓，先从吊嗓子开始。好好，让你看看咱们这功夫在哪儿。嗯嗯，丹田发力。看了吗？看到这个欢呼的声音了吗？你们这个背贯口，我跟你们说，要跟我们多学习。嚯嚯嚯！啊，报菜名能一道汤背下来吗？为什么要一道汤的背下来？就一口气，蒸羊羔，蒸素斩，蒸木耳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煮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江，卤料，香肠，一直背，背到煎什么什么什么。能不能这么背？什么捅的什么玩意儿？我们叫快而不乱，慢而不断。那是给自己找借口。哦，知道了吗？气我跟不上。哦，气力跟不上。多学宝宝。啊，怎么学呢？就学您刚才那喊嗓子，喊嗓调子。我可以试一试吗？丹田，不要，嗓子容易喊劈。嗓子容易喊，这是打小练的。万一劈了，你就说一个单口。不是，不是，你这个没练过。不要发现吗？上墙角就喊去吧。我不是上墙角喊。
我们这个行业自打有的时候，也没有两个人站台上为了彼此喊嗓子能证明谁好谁坏的。我又不是你们这个行业的，那你比什么呀？你让我来的呀，你就说你不行不得了吗？我凭什么呀？你个外行，你跟这儿去。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让你们这些无知的相声演员给挤得没饭吃了，现在都。要是打不上去，你还给我两下呢，你。我刚才我躺这儿，我饿死你。那我就扎死你怀里一起死，都死。双亡，父子双亡。水浒心中啊，我里边的啊，这喊喊。哎，喊嗓子啊，证明不了什么。得唱，知道了吗？哎，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就叫喊劈了？还能坚持？还能坚持？这都用的都是丹田。哦，丹田，都是丹田发力，这算什么呀？在多长时间我都能喊。哎呦，刚才这你拦着我，一，我这一喊能喊一分钟。来一个，我听说什么叫来一个呀？你们今天上这车上是京剧演员来了？咱们唱一回啊，可以，你跳出戏吧，我跳戏啊，
来，您平时就是什么行当啊？老生。哦，老生。老生。哎呦，巧了。知道老生是什么吗？就略知一二。哦，那就行。哦、咱来一出啊。啊，来一出。你喜欢唱什么呀？我平时也是喜欢老生。那行吧。啊，咱俩都老生。嗯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来，来生生的。哎、来生生对戏。生生的。咱这样，咱呀，来一回黄鹤楼。谁呀？咱俩来回黄鹤楼。对，黄鹤楼这个戏太大了，唱不完呀，宝贝儿，你怎么挑的戏呀、啊？没关系，咱掐去两头，不唱当间那还唱？不是，你得缩短一点，这个戏太大了。咱就唱当间这个戏胡，唱当哪儿？当间儿这戏胡。哦，唱间儿，当间儿呗。哦，行，咱就来这个。拍这个词啊，咱就唱这个，唱这个好不好？从刘备过江起到张飞闯帐止。刘备过江，张飞闯帐。这里边有各种人物。你来谁？我呀、啊，这样我刘备。你刘备，嗯，好，那我刘褥子。头发里的。沙发我要。西瓜就是。冰箱是我的。那 DVD 我收藏了。空调得用。女孩给你拿份六，咱俩离婚了。哟，美的你，美的你，还跟我演上夫妻了？没有，谁跟你离婚来了？那你顶多，你在我这儿要拿走东西，顶多叫继承遗产。我跟你闹吗？不是，我跟你闹吗？那什么叫刘褥子？那什么叫刘备呢？谁刘备？你也是哈尔滨变天的刘备吧？我说的叫刘备，这个子在哪？子在这儿。我刘备，这是刘备子。嘴里含含糊糊的，说不清楚。你是刘禅，也是刘峰啊？刘米奶奶。对这话怎么重新说一遍？闹闹的花花。狗花别在这儿走，上狗花大会走。哎呀！啊、哎，咱都不开玩笑了。嗯，你刘备，对我来谁？你来诸葛亮。我来诸葛亮，嗯，我是个军师，对，算命的军师诸葛亮。贝贝，贝贝，这个作品我仿佛在下午看。下午在哪儿看的？我没演下午，下午没在哈尔滨场景。哦，啊、刚飞过来的啊。他这个掐指一算，三顾茅庐啊，咱唱三顾茅庐是吧？不是，唱黄鹤楼吗？黄鹤楼啊，刘备过江了，张飞闯帐，就这两个人物。哎，还有一个张飞，还有张飞啊，张飞这个我来，张飞也你来啊，后边我赶一张飞，你赶两个角色，对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啊，你别因为这个为了显摆，然后一下来两个角色，回头你唱不出来啊，不至于，行，那没问题，那咱布置一下舞台吧，好，可以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因为分出前后台来，对，毕竟跟说相声不太一样，嗯，好吧，来把桌子往一起搭一搭，嗯，好了，搭完了，然后咱们再拿一把椅子，搭完了吗？搭完了呀。你搭桌子就如同他已经过去了，没有这么如同的，最起码拿根棍儿，你说一声，他自己过去了。你说一个我看看。还没学成呢。哦，行行，他不听话是吧？来，一起搭，一起搭，来。啊，就是说这儿就行了。哎，各位，你看为什么他不懂这个？让搬为什么不搬呀？他不知道什么叫调度舞台。哦，这舞台的调度，这是前台，嗯，那是后台，这是上场门，这是下场门。我说完你记住了吗？没太记住，我再问问您，嗯，那边是上场门，这边下场门，那边那后台，这边前台，这边后台下面这管家的，遛驴呢？没戴眼罩吧？这个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还需要一把椅子啊，需要一把椅子，咱们两个人需要一把椅子，需要一把椅子，你听我的啊，听听，你去搬。不是，那不是你去搬吗？因为我初来乍到，在你们相声舞台，我不知道椅子在哪儿，去搬一下。你看到吗？那个东西就是椅子啊！我这算东西呢。看看诸葛亮这算东西呢，看不见是吧？看不见。快点，正好正好。那是要干嘛？啊？那是要干嘛？包一包头啊。包一包头，对呀、啊。包头干嘛呀？咱俩区分人物啊。区分人物为什么要去包头呢？我说我包一包脑袋，区分一下人物。啊啊啊！这是诸葛亮的八卦金。啊。诸葛亮八卦方巾。哎呦，知道吗？没看出来，我以为你们家出事儿了。
后面那是辫子，中国小色狼，知道了吗？什么呀？这是羽扇，啊，这是羽扇，懂吗？臭说相声来的，什么都不会的，非得显摆，要不然你也别唱了，闹闹了。一天到晚的，老得这么多零碎，老瞎显摆，一会儿真唱的不行了，回头当着你们的观众，你又丢人了。也不知道谁丢人。唱吗？唱啊！咱们开始了，开始。穿那个什么，把那个我们唱戏也经常穿那个寿衣拿上来。哦，不是你家出事儿，是你出事儿。我出事儿，我自己穿呀。趁你明白，赶紧穿呗。我搁牙枕头底下，你别这么说大了，你寿衣像话，唱什么叫行头？我考一考你，没想到你还真知道叫行头。别考我，考不出来，考你合适。有吗？没有，没有怎么唱？没有，咱就这身，就素身唱啊。对了，穿着大褂，嗯，好，没有，咱归后台。啊，没有锣鼓加点儿，这都没有。对了，不唱。锣鼓加点儿，我劝你别解开，一会儿你还得记。为什么在我解开之前不说呢？我知道你自己不给自己找台阶下去。没有锣鼓加鼓点，咱拿嘴模仿啊！真行，来来来，是不是对自己刚才记的那个不是很满意？啊！还这个呢？你逗着玩儿，能那么记吗？能。那是刘伟他妈，那是。那是狼外婆，那是。差不多得了啊！好家伙，哎，行。都给您交代完了，咱这样，咱回后台。我咔，累太紧了，累着我自己了。你再给自己豆腐脑挤出来。我上场，您打家伙；您上场，我打家伙。嗯嗯，行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什么问题了。你勒着了自己的风情韵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咱这样，勒还挺疼。哎呀，我天！我上场，您打家伙。对。要是有，这个行没有，没有，哎，没有，就这没有。其实要有就没有了，就避免了很多问题。我上场，您打家伙；您上场，我打家伙，是吧？咱们开始了吧。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我给你打家伙，放心吧。哦，对。枪枪起枪起。你别迷惑孙权，迷惑黄鹤楼，迷惑黄鹤楼，别迷惑黄鹤楼啊！唱唱，唱不唱？打小锣，小锣怎么打？得，你说要有乐队老师，有这事儿吗？那嘴里头，我们又不是玩口技的，对不对呀、啊？谢谢，你看这个，他们放相机了。得，得，得，这锣烫手了，怎么？说，接着说。
说完了再打。你唱啊，你会唱。你打不打？你是不是给自己找台阶下？没有，来，山人送主公。好嘞，山人送主公。
王去见燕王。山人总鞠躬，免。山人再送鞠躬，免。山人再送鞠躬不点儿，一点儿也不要送了。又哪儿不对？你会不会唱啊？到底？废话，该你唱了。谁打家伙呀？我打架。你刚才要直接回来呢？啊，扛扛才来得扛，才来得扛。咱们真正专业的是怎么唱？再来一遍，扛扛才来得扛，才来得扛。心中呐喊之国亮。好、哦，哦、我门啊，你们都自己喊完了吗？给你
出谋划策，没有我，小桃、小鱼儿，弄死你！小鱼儿像话？周瑜啊，对不对？地生鱼，何生你？那不是你吗？谁演的诸葛亮？地生鱼，何生亮吗？我演的诸葛亮啊！谁来的谁都不知道了。不记得，我觉得我老是演皇上的，这是皇上病。好好再来再看，人都说我这脸像朱元璋。你别来朱元璋，你来朱允文吧。我来朱元璋，朱允文不是和尚吗？赶紧打家伙。好好再来再看，再来再看。你真想演朱允文啊？演没演？啊？早这早唱。扛得来得扛得来得扛，武功上马心莫爽，大山人马挂修罗场，大将身且做中军长。扛得来得扛得来得扛，等候涿州一得章。咱俩守灵来了，吓我一跳！干嘛在耳边？别人在耳边细声细语的。我这叫细声细语吗？我叫骂街了都。都听到我耳朵里。报名。啊，报名。我叫什么来着？学徒诸葛亮。学徒诸葛亮。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账。哦，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账。走啊！哎，哪儿坏了？服务员，灯泡炸一个，灯泡炸了一个，漏电电着。你看清楚了，这不是灯泡，这是 LED 的。啊 ，LED 炸了一个。哎呀，张飞来了。张飞来了。对，还给爬肉呢，唱唱唱。张飞，哈尔滨那边不就张飞爬肉吗？谁知道啊？说点大伙，大伙都知道吗？知道。到那儿提我名，张飞爬肉，一分钱不给你便宜。打家伙就完了啊！打家伙，我上张飞爬道上，我说唱京剧的人让我滚，你说这玩意儿，知道打什么家伙吗？打什么家伙啊？打家，你说全了，来，四级头，四级头出场，四丸子头，啊不四级头，狮子头没有四级头，狮子头，就知道吃是吗？饿了，宝锤子上。改几几风到这儿，几几风将将将到这儿，开口蹦蹬唱尾哇呀呀，几风啊蹦蹬唱尾哇呀呀，哇呀呀，那个那行没问题，几风不是火影忍者吗？不几风吗？这还得火影忍者的事儿，行，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章，走啊，大雷唱土唱台唱，怎么将蹦蹬唱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是站点是吧？站点啊。我挖呀，你挖呀，怎么的？你挖不在哪儿挖都行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可以挖呀。我跑这儿，张飞跑这儿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，这话吗？对呀，完了，诸葛亮坐这儿，祝小小的众子开小小的花。没听说过。在大的花园里面。你都挖完了，我别挖了，打家伙唱啊。你种的花开出来也是黑的，黑花。什么呀？打家伙。嗯。大雷，唱怎么唱？打完这个了。啊，该唱了。哦，唱吧，来吧。唱你打家伙呀？打哪个家伙呀？扛啷得嘞！啊，对，你说清楚啊！你没有乐队老师，你怎么办呀？扛啷得嘞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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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啊！扛啷得嘞得，扛啷得嘞得，扛啷得嘞得。你这扛啷和恐龙扛啷。我没乌溜乌溜。还不乌了溜啊？乌溜溜啊？对呀。我没 K。乌溜溜乌溜溜乌溜溜。说清楚，说一半儿，我不知道演恐龙螳螂呢，这是。螳螂，这螳螂，这螳螂，狼都急了。我扛人家干嘛呀？啊，不叫板了是吧？对。我没飞。
胡说八道，就给他一电报。
明天来的观众倒霉了，嗯，就昨天剩的果盘，因为整个哈尔滨，不能这么看，不能这么，因为整个哈尔滨这条街啊，无论您是比如说买这送我毛绒玩具的，还是送花的，还是送吃的的，我们都跟人家是一伙的。然后你们钱得了，后脚给人还了去，你们以为呢？嗯，你们就以为这瓜子都是当天的，不是各位，好好闻闻，服务员不是拿手给你们拿的。没有，没法干。这个谢您啊，这谢您，到时候对对绝对不会分给后台演员吃的。哎，因为我们俩这个人缘，我们俩下来的时候，后边已经没有人等我们了，我都走了。谢您，您您哥哥给开个玩笑。哎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，这话太对。为什么每次在哈尔滨来的时候都演一点点呀？啊，就是希望您这个觉得这个票钱啊花的值。对，您说现在能让您花钱找乐的地儿特别特别的多。哎，尤其您像这两位女士，你看你还吃，你还吃。你理解这点东西不够你吃，来来来，张嘴来来。没这说什么？哎，不累呢？那多新鲜，废话，不让打包带走啊你？我老吃这西服，要不然我上厕所呢？少吃这玩意儿，对不对？以后这骨牌别弄了，请弄点活元素。是不是特别？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花钱送回果盘？没事，我替您快去出当喂狗好吗？多孙子呀！就是人自己花这钱自己吃不好吗？非得给你吃？行了，服务员记住人家啊，一会儿把钱给退给人家。这果盘我自己买啊，不可能啊！服务员都知道开玩笑。跟您逗着玩呢啊！这个我们就是为什么呀？没有这个机会，说比如说请各位观众啊，比如吃点东西啊，喝点东西啊，我们没有这种机会。哎，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因为谁卖了？谁卖了？有可以是吧？就是有这个机会，还不如让我们死呢。懂我这意思吗？让我们请您吃东西，还不让我们死呢？也不活了，没必要啊，对不对啊？这一月才挣多少钱呀、啊？一个挣2000，光买果盘呢，还真的还不够买果盘呢。多可爱这个！来，我给你当拉拉队来。加油加油，对不对？肖白啊，其实说实话，我们俩合作时间比较长，哎，尤其又在这爱开玩笑，您各位呢，好不好的多担待。当然有人说了啊，比如说，最近旅游旺季，甭管是德云社哪个剧场，是因为首先金字招牌牌子大，对，都冲着我师傅郭德纲先生，嗯。我们也没有我师傅这种艺术造诣，也没有我师哥比如张鹤伦啊、岳云鹏啊，他们这种能力，嗯，说能吸引那么多的好观众来。哎，你比如伦哥一来，或者这个岳哥，要是人家岳哥在这个小剧场演，嚯，你别说这一个剧场了，好家伙，这样的十个剧场他也卖不满，哎，卖的啊，我以为划过什么呢？划过去能卖满。当然了，咱们得向好的学习，应该。您比如说打六队成立。我们一直呢是跟我师哥张鹤伦这个手底下，对，这么多年了，风风雨雨，嗯，我感觉这么些年，其实伦哥对咱帮助还是比较大的，太大，对吧？对，很多青年相声演员现在也都学这个伦哥的表演风格。哎，啊，伦哥在台上是吧？那拉谁呀？干嘛？好的吧？伦哥其实不光是这个什么包袱上啊，演出上帮我们，其实后台好多帮咱们。是第一次上师傅家吃饭，谁带你去的？嗯，师娘。谁带着去？轮哥呀，轮哥，轮哥就爱闹。谁呀，老这样啊？在宿舍什么都不说，也谁呀，行？搓泥儿去啊？是，我说你想洗澡，你跟我说呀。这么多年了，反正咱们挺好，没问题。对，包括现在，你比如说我们演这一场，嗯，哎，没多少钱，300-500的，甚至有人都不到这个钱，200块钱一场，可不是嘛，不值钱。你看现在伦哥、岳哥他们一场商演多少钱啊？多少钱？当然人家也到这个份儿上了啊，对呀，人家值这好几十万，是不是？人家值这个钱，对不对？挣钱不要命呗，对吧？对吧？买棺材呗。你拦着点我呀，倒是。我前面拦着你了，都没拦住我。就是我感觉你刚才说谁毁京剧来着？啊，外面那些相声，外面那些相声演员。我这口无遮拦是为什么？就是吃你水果吃的。来，就下药了。来，现在看谁怎么迷糊呢？就是拽你身上一块。奥特曼来给你扛走。什么？奥特曼来给你扛走。哎呦！好，套个麻袋给我扛走，我都这么瘦了，不禁遮的。套个麻袋给他扛走，
真鸭鸭。什么叫真鸭？哪有真鸭子的呀？说了半天您还没自我介绍啊，人都熟悉我。那不一定。德云花魁关九海。咦，哎，谢谢您各位了，老爷们这么好，我们多卖力气。无论以后天南海北您到哪个剧场，无论是商演还是小剧场，以后接着这名字花魁是吧，张小白。我不是花魁啊。我成花魁了。你还花魁呢，你就屎，你就是。行行行，以后报幕我就叫屎。行，行，关九海屎。您报幕，关九海屎。咱不在台上说这些了啊，屎尿屁咱不能提。别着急，别急，他一会儿又上头了。老老你的事儿，谁让你刚才抠抠搜这儿算来着刚才。这说呀，咱们向好的学习。你看，比如刘哥、岳哥，人家一场现在好几万、好几十万，这很正常。因为奋斗了这么些年，人家比我们早来也得小七八年的时间。那可不，我们都十多年了，他们都快二十年的时间了。哎，对吧？混了这么些年，那当然了，能力上人家是过关的。哎，那现在一场几万、几十万，我们一场这二百，哎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我觉得这不叫丢人，咱们得努力。嗯。焦白就是在这方面，我觉得就比我好。还可以，我这人不行，我情商低，我情商低，看出来了啊，直来直去，话题直来直去的。哦，有时候比如说粉丝老要签名什么的，我不是不给您签，不会写字，主要是没上过学，对不对啊？要是你说签名什么的，人家有那工作，比如说跟后台经理有关系好点的，人到后台，我们这一脱了大褂以后，说歇会儿，找到后台了，哎，您好，那个花魁，花魁。你看，他透露了一个讯息，经理有这个权限。对，给我们签个名行不行啊？你看，来看咱们有什么说什么。您先等一会儿，让我歇口气儿。一会儿呢，我换上衣服再给您签。人家会观众们认为，哟，你看他拿架子。人家一找他就不是我呢。您好，啊，刚说您好，张小白自己就站起来，我给你签。哎，在这儿呢，我叫张小白。我是有点热情。我给你签，我在这儿呢，倍儿兴奋。哎，观众一看都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得了，我谢